一包一包的黄豆都是台湾小农辛苦所种植的黄豆，而且还有吉原谱认证。这些黄豆是台中的小农所生产，特别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以及新北市警察志工协进会所购买，计划送给新北市的基优警察志工，感谢他们对于警察工作的长期协助之外，更想借此机会响应新北市长朱立伦支持的有机耕作及非机改健康农产品。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志工协进会黄理事长这么热心，关心台湾的小农，非常感谢啊。采购了这么多的大那个黄豆啊，来赠送我们，为我们支持我们警政工作的警察志工，谢谢。新北市警察志工协进会会长黄桂兰，也是新北市果菜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表示，用好的农产品来感谢志工伙伴对于警察工作的协助，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吃到好的农产品，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采购了非常多的有机吉原谱QR code 的非机改健康安全的黄豆，来响应我们的新北市政府支持台湾小农，非常感谢我们新北市警察局我们的胡局长以及我们的志工伙伴们，非常感谢大家全力支持，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台湾农民，支持我们的台湾小农。觉得你有什么收获？我觉得自己比较能够有爱心，对人来讲，尤其对警察，还有像这次我们的理事长还有朱市长号召说要帮助小农民，我觉得这都非常好，我们也很乐意参与。因为警察真的很辛劳，而且现在警察都跟阮孙阮囝，有诶跟阮孙差不多，有诶跟阮囝差不多，真的很辛苦，大小事都要叫他，连那个酒醉倒在路上也要叫他，真的实在太辛苦了，真的真的讲一下，所以我们可以尽量帮忙，可以帮的话，我们都可以只要我们做得到的，我们都可以去帮忙。台湾原本是农业大国，虽然这几年务农人口逐渐减少，但是在后食安时代，民众不断要求食材新鲜与安全，台湾小农所生产的农产品更受重视。新北市警察局与新北市警察协进会发起团购，行销台湾在地的健康农产品。中嘉新闻林立如、李家豪板桥报道。